大家好，我是师伯环保学会沙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疯狗症。这个疯狗症呢，它是一种病毒，在这个病毒复发的时候呢，患者呢两个星期里面就会过世了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100%死亡病毒。在这个数据里面呢，我们还是看得到2023年，还是有人因为疯狗症而死亡，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在这个疯狗症里面呢，我们现在传达疯狗症的正确的信息哈。这个疯狗症呢，它是由这个受感染的野狗或者是家庭的宠物，经过抓伤咬伤，让这个病菌呢进入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大街小巷哈，有时候呢会有一群的这些野狗呢游荡。他们呢有时候会去攻击一些比较小的人物啦、物体啦，比如小孩子。那么有的父母呢，他们在这个小孩咬伤之后啊，尽快的去处理，就是说第一时间呢，就是去这个医院，接受这个疫苗的治疗哈，要经过2个月打了总共7针的疫苗。那么这个疫苗针呢是非常痛苦的哈，有几针是非常的痛。那么接着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宠物啊，有时候是开放式的，让这个狗呢进出自由哈，或者是他们的篱笆门呢，比较容易让这个狗进出的，因为有的篱笆门的缝比较大。那么在外面呢，难免都会跟狗呢有一些打斗啊，所以这个受感染的这些家庭宠物呢，回到家呢也是会让自己的家人啊、小孩啊会受到这个宠物的这个攻击哈。那么接着今年呢，有三百多宗在师伯300多宗，这个被狗咬的事件呢，也是自己的宠物所咬伤的，这个被自己宠物咬伤的这个新闻哈，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不是只有在师伯，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很常见。那么这个野生的野狗呢，我们会发现有的野狗品种特别的好，为什么他们的品种特别好呢？有的狗呢，他们就是繁殖力太强了，很强，其实2个月，就是受孕过后2个月就可以生出来了哈。有的狗的数量生出来是6只，有的甚至到7只、8只。那么有的这个饲养的这个主人哈，他不能够养这么多，所以他就把这些狗呢给抛弃了哈。那么也有很多爱心人士会去饲养时间到可能是早晨啊，或者是傍晚啊，都会带着食物在那边看着那个狗来给他们吃哈。就是说如果我去养这只的野狗，不代表说他也会对别人很温柔，他一定是会去攻击别人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狗对陌生人是非常的警惕的哈。在这一次的巡逻呢，我有参加这一次他们的巡逻队陪了他们带我去巡逻的一个早上。那么这个情况呢，这个巡逻队呢只接到这个投诉呢，他们才会去指定的地点，他们不会随便出去乱抓狗的。那么他们每次到这个地点呢，的确都有一些野狗在那边徘徊，不是野狗了，就是有狗在那边徘徊哦。他们会很谨慎的在那边确认这些狗呢是不是属于某家某家的，这样子哈，他们在那边停着这个拉一下那个警响呢所以看着那些狗会回家的，那些主人会出来的就下车和这些主人们沟通养狗的家家户户沟通一下就是大家这个协调一下，说这个狗呢不要随便放出来啊之类有人投诉啊这样子。当然有的人是因为家里的那个门做的让那个狗出入的太容易了哈，因为有大大小小的狗，小只的狗呢就比较容易进出自如，所以呢也会去说建议说他们做一些铁网呢，把这个铁门呢铁网呢补一下哈。接着呢就是的确这次有抓到这个野狗哈，我看见那些野狗真的很漂亮，它的品种也是很不错的，真的是很可惜它们是野狗。那么怎么确认它是野狗呢？这次我们在一个房子还没有装修完的房子里面呢，在那一带呢有人投诉有被狗这个攻击哈，因为看得出来那个狗可能是好心人士去饲养的，它长大了，所以长大的狗的攻击性当然是会比较恐怖一点哈。所以这一次真的确认了他们是那两只狗呢是没有人饲养的，
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就用麻痹药把这些狗都抓获了。当然，是很惋惜去会失去这么漂亮的狗。不过从以前到现在来看呢，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来看呢，师伯呢真的是进步了很多。现在的这个市中心啊，大街小巷啊，甚至像咖啡店啊，桌子底下也不会看到这一些野狗了。哦，野狗的这一个攻击的新闻呢也越来越少。所以在很多的公园呢，或者是这个户外的节目呢，比如文化节呢，这些之类呢，大家呢都带着小孩，大大小小的小孩，甚至推婴儿车，都很放心的说去街上这个出来互动哈、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师伯呢，也是已经是变得也比较安全了。那么接着就是这个学校的广啊。学校的这个知识广播哈、哦，这个频道呢，在这个市议会呢，我们都会做出这些关于这个疯狗症的一些怎么样去看好这些狗的这些资料哈、哦，还有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分别啊，知道说我们如果有饲养狗啊，避免跟别的狗打架啊，还有就要定时打疫苗针啊，要有作为自己宠物的话呢，一定要有这个不要狗带啊。还有就是说被咬伤后我们最开始的要做的这个处理啊是怎么样的哈、哦、这些呢都会在一些公共场地啊布告板呢都会看得见这些类似的布条哈、哦、所以呢我们主要也是希望说教育一下下一代哈、哦、让我们都知道说饲养宠物呢是自己的责任哈、哦、不是说让这些狗出去外面自由的出去外面这样子会伤及到别人，或者是说这个繁殖的时候如果不能够控制这个狗的繁殖的话呢，去做这个结扎的手术之类的哈、哦。所以希望我们的师伯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好。